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街上的人流量每天都是这么多。大家拖着拖车，大包小包的。看看蔬菜多少钱呢？卷心菜呢6元一斤，白菜7元一斤，芹菜呢8元一斤。白萝卜6元一斤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